是我的任务造成了你这样吗？这不是我自己吗 ？NPC 唐瑶，请接受您的新任务。您的新任务是阻止游戏玩家方圆游戏晋级。白日梦想家，我怎么到游戏里来了？ 方圆，好冷，还是好冷，还是好冷。 醒了，不行，我得带你去医院。哎，傻瓜，医生是看不好的，我这是惩罚，我得帮别人完成梦想，类似游戏任务，如果任务失败了，我就得接受惩罚，甚至。 可能，傻瓜，你真的相信了？骗你的呢。对不起啊，我去给你弄早餐，你等我。 可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自己吃。你说何玉他现在会不会很难过呀？你都这样了，还想着别人？不是，我是身体上的难过，心理上的难过才是真的痛苦。 我不会让你病下去的。你再睡会儿，早餐我给你放这儿。其他的事儿交给我。 这脸是怎么了？突然生病了？又来了。你不会是被累的吧？你这身体也太菜了吧！神经病呀！怎么了？你找我干嘛？生病了还不老实？我有一个互动直播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互动直播？算了，你都生病了，别折腾了。 不是我要折腾，是你的兄弟们太够意思了。大家动作都快点。
你不要谢我哟，你要谢就谢唐瑶，是他想的点子，东西和场地也都是他置办的。我可不是为了帮你啊。我可不是为了帮你啊，瞧你死样。就把这个放这儿就可以了，然后等下你就站在这儿啊，昨天说好了那个舞蹈记得啊，动作记得吧。啊，你你看你，那你就也不用动了，你就站在这儿 ，OK。喂，好。哎，哎，你们不直播吗？啊，一会儿直播，咱们先彩排一下吧。是啊，老大，来来彩排一下，来，咱们先彩排一下吧，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妹妹，生日快乐。方圆，你绝对是我妹妹之外第二个可爱的女孩。哎，老大，媛姐帮你这么大忙，还不抱一下？这样，老大，别害羞嘛，来吧，一个抱一个，没事，抱一下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替我女朋友代劳一下。你们两个处对象了？啊？这么不明显吗？你们不兄弟吗？谁跟你说的？走，妹妹，我们回家。走回家喽。铁汉少女心任务完成。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哎，方圆，这么巧你也看书？我正好也看，一块看。谢谢你啊，多喝牛奶。多喝牛奶，广告。我喝不了这么多啊！谢谢你啊，你是个好人。这是什么口味的呀？心痛的滋味。
这么巧啊，一块玩啊。好呀好呀。好啊，一块啊。来啊。接着来啊。方圆，怎么了？小婉了。方圆，你没事吧？这样呢？啊，疼。抱歉，抱歉。来，我背你去医院。别动。你觉得这行吗？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好。第二个？嗯，我想想。哎，一百次感动也抵不过一次心动啊。老大，你得让大嫂感受到你的魅力呀。我的魅力。唐瑶是我和方圆之间最大的阻力，我跟他必须有个了断。唐瑶是男人，傍晚来小树林。奉陪。醒醒！醒醒，何老大！你醒醒，何老大！何老大，醒醒！何月，何月，何月，你怎么了？是你吗，唐瑶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元儿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敢对何老大下手，我们不能饶了他！兄弟，给我上！哎，你们能不能先冷静一下？现在最要紧的是送何玉去医院。老大，媛儿姐，媛儿姐，媛儿姐，老何那边有消息了，说昏迷是因为头部遭到撞击，是可能会引起脑震荡。那他现在醒了吗？没有。那小子也太狠了，这不明显要老何命的节奏吗？是啊。媛儿姐，昨天你熬了一夜，本来不应该麻烦你的，但是我们两个都有事儿，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所以啊，就请你去照顾一下老何。可是我这边，我要去补课啊，我有补考。对，那行吧，交给我了。好嘞，好，走。
活做点事情，也好减少点心里的愧疚。可是这也不关你的事啊。那万一关某人的事呢？哦，替唐瑶包的呀。别提他了，提他会上火。他现在还不理我。我那天我就是问问，我也没一口咬定就是他呀。哎呦，别生气了，其实他也是好心。你还替他说话？啊，他不识抬举。走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请接你吃好吃的消消气。这些管够啊。好。谁啊？你怎么又喝酒了？哎呀，喝成这样！好热呀！方圆，哎。来找我道歉的吗？我道歉也没有用，之前对我那么凶，我那天真的只是着急而已，我就是随口一问，我脱口而出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先别哭了啊，我先给你拿杯水啊。什么语气啊？每天都冷着张脸，你要讨厌的话你就直说啊。我不讨厌你。敷衍我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从来都不讨厌你。好了，我先给你倒杯水。再这样我就睡你的吧。何玉，不是唐瑶伤害你的是不是？他说：“嗯，咋了？昨天不是找唐瑶和好了吗？别生气了。哎，走。哎哎哎，舍不得死啊？那你伤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这么对我，一会儿被大哥看到了，可不得把我杀了。大哥？嗯。你跟我说说，你这伤到底怎么回事？就你不就是为了跟我抢方圆吗？别使阴招啊！来，咱俩单挑啊！我自己的人，我为什么要抢？拉那树枝，树枝断了嘛，然后不就砸到自己了，是吧？树枝断了，那不小心就砸断了，对。那么细的绳子能把树枝拉断？哎，重点是，唐哥那个身手就一个了得，这个大哥我认定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哎哎！
哎，哎，那个圆儿，回头咱俩拜把子呗，不当姐弟，当兄妹啊。我请你喝水。好的。你行不行啊？行不行？来。这哎，你这也不太行啊。哎，方圆找你。认真打球。哎。喝水，买水买水，喝，有冰的有冰的，去喝水去喝水去喝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女朋友，借过一下。啊，哥哥去哪儿？哎，新队服，看看新队服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嗯，好喝。哎呀，不要生气嘛，我没有在看他们，真的，我只在乎你。谁管你看谁啊？那就不要生我气了。生气。盗版球壶，吸水能力倒挺强啊！唐瑶，接着，龙小东给你买的擦汗的东西。唐瑶，要不是看在你面子上，龙小东这土渣子能跟我们一起玩？糟了，小东的负面情绪在加速游戏崩塌。土渣子，站住！把衣服给我叠好，放回去。不是您又是哪根葱啊？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女朋友葱。小东。啊，方圆，唐瑶，我刚准备找你们呢。他们跟我说土会传染，你知道吧？我怕是真的。衣服拿走，拿走。真的，真的稀罕，真的稀罕。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方圆新任务：协助土豪学渣龙小东逆袭。小东，我们要让他们对我们刮目相看。气自华，咱们也附庸附庸风雅。你又搞什么的？哎，高端没有回头箭，从此圆珠是路人。哎呀，我真的看不下去。哎，回来，好看。睁开。
从他们惊艳折服的眼神里，我只看到了一种解读，就是小东以后只有豪没有土。学渣逆袭同样也会是小菜一碟。下节课强化训练，方圆和龙小东开卷考，其他同学下课。没事，我教你。X 等于零。我选的我错了。一两半斤八两，到底谁教谁啊？所以我和小东更要抓紧时间学习了，麻烦你让一下，谢谢。这样吧，你考得那么差，作为你的男朋友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说吧，哪题不会？那能不能买一赠一啊，把小东也带上？阻碍会给你造成伤害，所以我不会再插手你的任务。我考虑一下。33分，怎么考的呀？先吃点东西。33分。嗯。你看我这么可爱，你就帮帮我俩呗。我可不吃这一套啊。那你吃哪一套呀？我改。先吃点东西再说。嗯，来。来，我喂你。我不吃，我不喝，看你硬还是我硬。不带你这么威胁人的。你是我男朋友，不威胁白不威胁。好，男朋友帮你，但是你得先吃掉他。来。啊。对吧 ？C 的平方等。还看。C 的平方等于。你有完没？还看？高等数学虽然是高端学科，但考试却傻瓜机械。如果你把公式熟记于心，做题就像吐西瓜子一样简单。继续。不要小看题海战术，学习整套题库，手感到了，自然游刃有余。题目和公式都是死的，只有把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，才能无往不。两位都是100分。还是师傅厉害。嗯，主要是因为师娘厉害。主要还是因为师娘厉害。主要还是师娘。这样。
吃大餐，我请客。耶！走，老公，吃大餐去。我刚才叫的是老公。好啊，老婆。方圆，怎么样了？你来了，小东还没来，马上就要考试了。打电话问问。喂，小东。啊？可龙食物中毒来不了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考试要紧，走。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我食物中毒是唐瑶游戏任务不作为的惩罚，为什么连小东也遭殃了？同学们，这栋楼的电器设备漏电，请大家有序离场，不要触碰任何电器。醒了，
快吃吧。嗯。这条项链是你的吗？对啊，喜欢的话你就拿去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也是困在游戏里的现实人吗？之前苏凯然戴过一条相似的项链，我还以为那个人是他。还好是我。还好是你。不知道我刚来的时候有多害怕，白天做戏精，晚上做噩梦。以后有我在，我会陪你完成你想做的事情。嗯，罢了，是不是庆祝一下？嗯，哎，那是不是听着有份啊？都有的，都去，今天在的都去，晚上放学去我家吃饭。耶！哎，老苏，晚上放学去我家吃饭，记不记？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啊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小东，要不我把咱们学生会那个师姐叫上吧，人家那才叫一个才女呢。啊，那个写小说写的特别好的师姐，叫就让你沾沾才华气。好，准备好吧？好，超级好。哎，老苏，你去吧。我觉得我们的友情还是挺重要的。那肯定了，我去买水，我去买水，等我，等我。谢谢你啊，方圆。但是去的都是你们班的同学，也没有我认识的，还是算了吧。哼，那苏凯然你总认识吧？大明星。但他又不认识我。那不一定哦。美女，哟，走吗？我先走了啊。地址我发给你，晚上见。好，走吧。还行，来来来，快点。可以。黑白配。好，给黑的放上，黑的放上面。哎，你们又是你们的。哎，小娘不。今天。方圆。哦，方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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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炫耀，炫耀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姚哥还是有。丁规矩，丁规矩。来，何玉。丁规矩，丁规矩。输的选两个人，行不行？两个人怎么喝？交杯喝，交杯酒，来交杯酒，来来来来，我的酒，我的酒，来来来，黑白配，你好，哎，快来快来，你们俩是一起来的呀？是啊，是，哦，快进来呀，来，
来，我们先玩，我们继续。哎，这把先不带你了，我们继续玩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小杰，妈妈，来，小东啊，拿两杯子。哦哦，行。那给你们倒红的，你们继续，别管我，来，我先欠着。谁说了？放松。为什么？哎，干嘛？我是啤酒，别人是红酒啊。因为你不配。怎么样算配呢？人家俩多配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为什么就只有两个杯子了呢？是有讲究的。两个杯子，那就是一对。哎，来，生日快乐！哎，你俩干嘛？你俩拜堂呢？在。人家那叫相敬如宾，是文化人的东西，你懂个屁！哎，相敬如宾，大哥，我都知道这是形容夫妻的。东哥，不能光学高速啊。干嘛来我家叫玩的开心点？来，继续，来吧，黑的放上面，又是你们俩，要不单独出去聊一下？你们俩怎么回事？这么有默契？对啊，他们俩像情侣一样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坐回去。我关着窗户，怎么那么大风？新任务：校园明星恋爱养成。何宇，你不是要玩真心话大冒险吗？我啥时候说玩大冒险了？我说了吗？你有呀、啊？你刚刚小栋啊，他何宇刚刚是不是说玩真心话大冒险来着？是吧？玩呐、啊！你早上一晚上这个游戏，来，必须玩。没有真心话，只有大冒险。来，转。哎。太阳，来，太阳，刚给你们说的。听话吧，好啊！来，我来问。你最喜欢这样，你最不喜欢你心爱的人哪个地方？在我眼里，他哪里都是完美的。走了，玩。哎，那我问你，谁是最美之人？哎，那第二个了，适可而止吧。啊，再来一个。来，何宇，条件你出一个。哦，你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看的女生，打电话给她。最好看的女生，行。会是谁呢？嗯？你干嘛过去？就是过来。我害羞。有病吧？翠花是谁？钟离玉啊。钟离玉啊。很喜欢钟离玉啊。你居然觉得钟离玉好看？不好看吗？龙小东今天办 party， 居然敢不叫你！哎呀，我才不想去呢！就他那破 party， 哪能请得动我呀？就是，他跟咱玉姐。都不是一个段位的，只有苏苏能配得上你。哎，小东，这样，咱们现在定一下我们玩这个大冒险前三轮的主题吧。这样，这个操盘人需要亲一下这个瓶子转到的人。来嘛，我等着。来，谁都有机会。不是，你看吧，这个游戏主要是为了增进大家之间感情。我跟老何关系已经这么好了，不用增进那些东西了。对呀、啊，玩不玩得起？再增进一下。玩是玩得起，两个男生你们在一起看着不会奇怪吗？不，别起灯干啥？不是灯啊！哎呀，我不干净了，别劲儿。哎，好，给你下一个了。我选真心话。行。哎，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，你会主动出击吗？不会。那如果他还喜欢你呢？
心上人就是眼前人。这都已经第三个问题了，下一轮吧。啊，那什么，师姐人刚第一次跟我们接触，是吧？保持一点才女的矜持。来，媳妇请。请。哇！你电话上。喂，什么事儿？你看，这是苏苏吗？错不了，就是他。竟然不叫我！去，给我拿瓶好酒。好。坐吧，找地方坐，挤一挤，挤一挤。凯然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带的酒。嗯。你给我带的呢，不重要。来吧，玩游戏吧，继续刚才那个游戏。就我还是转的谁，我是清醒。那我来转。行，转转转。哎，老苏。哎，老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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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苏亲，好吧，没事。不亲那喝酒完了。喝酒喝。好，继续吧，来吧。苏凯然，我们再喝一杯吧。嗯，哎，来，凯然，你过来跟唐瑶喝。来来，凯然，我跟你喝一个。
行，方远，那我们俩喝一杯。好呀，来，干了，干了。喝完了。走了。亲，赶紧回去晨起啦！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你又上来，啊，小磊，来。刚刚那个情况确实挺尴尬。对，不过还好。苏凯然，你都看到了，方圆他跟很多男生都不清不楚的，你可不要凑这份热闹。钟同学，你不要在背后去讨论别人的是非。我们家方圆我就先认领了，请你不要操这份心。还有，我们家方圆魅力太大，招引了很多人，我会提醒他收敛收敛。就每一次你就是你常在，然后就你怎么分手。哎呀，我好想喝莫吉托呀。我去给你买。你去了谁陪我呀？啊，也是。嗯，那苏苏跟我口味挺像的，要不你去买吧。娇姐师姐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方圆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我去。哎，你看你这个肩膀又这脏，可脏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那么烦人啊？多买几瓶啊！去楼上站站。走。走。文言文啊，你看得懂吗？文言文是童子功，小时候我可没被爷爷少训过。为什么是浮生呀？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哇，信手拈来，唐瑶，你真是出口成章呀！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李太白的事。李白就李白，还李太白？害得我差点问你谁是李太白。奉劝世间夫妇，故不可彼此相仇，亦不可过于情笃。夫妻之间感情不用太好，这什么鬼啊？情深不寿，惠及必伤。哇，唐瑶你太厉害了吧，你怎么什么都懂呀？你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现实生活中我也会是你的男朋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酒喝多了。难道是因为我帮方圆做任务，系统对我进行了惩罚？
学姐，这大半夜的，让你陪我出来走一走，不好意思。没什么，刚好我也出来透透气。对，透透气，你看，这透透气多好啊！学姐加油，勇敢表白。小方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哇！你坐会儿。哇！我好像有点喝多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你的粉丝，哦，然后他想让我帮他问一些问题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我喜欢。Cheers.